啊，大家哎，晚上好，来刷一整包汉堡啊、哦，刷一整包爱心啊，龙眠可乳啊哈，来，来子怡姐姐，哦，龙眠可乳啊，哦来，很出席，来现在立马，还没有，哦，来。龙眠可乳啊哈，二啊，来，等啊，看到我姐，您做直播，您等啊，摆下好，稍下好朋友说话，我讲过我姐几岁都啊，讲过啊嘞，好来，很主席来，刷一整排爱心啊、哦，我来刷一整排汉堡啊，龙眠可乳啊哈，来，没要给他们精明。啊、哦，拍水，我还没投，对哈，没开玩笑啦，对啦，对啦，他静静的，两麦给那个三百里的歌，看看我的手机给我来啊、哦，大家晚上好啊，来，待会送啊、哦，发财金五万，还有苹果 iPhone， 刷最多分享的人来开始分享，开始分享，有人分享一次拿不到哈，分享五次就拿到了哈，开始分享来，没有设定最终年轻人奖金不送。没有到粉丝的蓝天精品按赞的，还有分享我们自影贴文的，一律不收。开始分享来，刷一整排爱心啊、哦，刷一整排汉堡啊、哦！有分享到各大社团没有加码多送一万的，来好吧，分享粉丝的个人点数，限时观看。来，龙眠可乳啊，来谁听啊？谁听？现在哦啊、哦，来你手收起来啊，手收起来啊，等下来个用款，还是无法度啊。我穿安全裤。哎，你安全裤呀，啊无要紧，因为你足安全的，我知影。来，龙眠可乳啊，现主持，什么人跟你斗阵？我山山倒，见面现主持风吹着感冒，你了解无啊？那敖斌说我帮扶运的。敖斌，你遐敖斌，那哪会找到？你会去无大无小你？我阿兄哥，你搞不清楚状况。说我有帮扶运。不可能啦、啊！他说我面向我。嘿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见面现主持，怎么随便得人？你不要羡慕我好不好？啊，不可能啦、啊，不可能啦、啊！嘿，那卖来这头来，刷一整排汉堡给。好、哦，给那个，给刘子颖哈，来听听，哦，来，我先把这一段讲完的对吧？讲什么？哦，我等一下要讲那天的片段一起对不啊？我讲哦，来，最有话嘞，这话嘛，嗯，来，我讲一个概念嘛，我一个记啊，你以后肯定会换，小伟叫你出来，我再讲个概念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说像，哦，馆长。在前天的直播，我回应一下，来刷一整排爱心给馆长啊，来啊，刷一整排汉堡给刘子怡啊，来，我咧讲一讲一个概念来讲哦，因为前天馆长有直播啊，馆长有直播说哈、哦，来讲针对这个网红的议题啦，其实我说真的啦，昨天就是说有一些我北部的一些老板。哦，一些好朋友，他们准准下来高雄，哦，昨天跟我开会开到凌晨的三点半的，我们聊了十一个钟头，整整聊了十一个钟头，你知道吧？是、啊。那昨天呢、哦，就是在聊这个，他们现在要弄一个网红的协会，哦，网红的协会就是有参加里面的网红，哦，第一个他有帮他们规划劳健保，再第二个哦，可以在那边投保哎。投保健保哎，你懂吗？再来就是说，给这些网红有一个保障。那加入的人一定要三十万粉丝，一定要三十万的粉丝才能加入啊、哦！来，先坐下贴来。加入的人一定要三十万的粉丝，你懂吗？你是说全部加起来？不是啦，就是个人一定要，或者是他的粉丝团要三十万人。有很多啊、哦，有些人有很多啊 ，IG 啊，脸书啊，没有，你不能统筹计算嘛。嗯，你今天 OK， 你统筹计算也是可以啊。哦，看当时他们，因为他们来找我谈，就是说，因为很简单嘛，因为他们就因为认为啊、哦，他们要给这些网红一个保障嘛。嗯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要给网红一个保障，他、啊、就是说，哦，第一个里面这个协会里面还有法务啊、哦，网红如果在啊、哦、网路上。哦，就是被霸凌啦、啊，哦，被暴力胁迫啦、嗯，被恐吓啦，被呛声啦，啊、欸哦，都可以啊、哦、提告嘛。来，刷一整排爱心给刘子怡，刷一整排汉堡给他，啊、哦，就是说他们已经在规划这个路线了。为什么？这一种叫新媒体。嗯，我把这东西把它讲完。嗯，这东西叫新媒体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啊、哦，来，大家分享。来，
待会送发财金50000，还有苹果 iPhone， 刷最多分享的人来开始分享。啊、哦，有人分享一次拿不到，分享50次就拿到了啊！没有设定追踪年轻人抢先看不送，没有设定追踪刘子瑜抢先看不送，没有设定追踪欧斌啊，黑面艺人粉丝团抢先看一律不送。开始分享来刷怎么爱心啊、哦？有分享到各大社团朋友加码多送10000，来，我先把这个问题把它讲完，我先把这把它讲完。好，为什么来今天啊？哦网红也好，或是在网路上啊、哦，来就是来过生活，就是来赚生活费的这些网路上的朋友需要保障。第一个，在你在网路上，你今天没有所谓的保障嘛？那为什么要这个协会的产生？啊、哦，就是今天来保护这些人。我不骗你啦，你连街头艺人都有街头艺人的协会了，你懂吗？都有保障街头艺人的权利，再来发工作证，你懂吗？那这些网红，我说真的啦，有些第一个他没有背景，第二个他没有金主，但他有丰富的 idea， 你懂吗？他有丰富的 idea 跟丰富的创意，但他创作需要灵感嘛，创作需要金钱嘛，那怎么办？就像昨天，我也不骗你，子瑜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呐、啊，昨天也是有蛮多的啊、哦，昨天也是有蛮多的这个朋友啦。因为这一次的新闻的事情打给我，是想要跟我成立网红的经纪公司。网红经纪公司，我也不骗你啊，我也说要成立可以啊，我拿3000万出来嘛。你懂吗？来，我现在我也讲个最实际的啦。现在只要你的个人哦，你的个人的，你的个人的哦，啊、哦，我讲清楚哦，啊，你们仔细听。我的几个很好的做生意的，也是上市新规的朋友。也要来找我弄这个网红的经纪公司啊！我讲个最实际的啦，我们预计拿3000万出来，我个人拿出来的啊、哦，他们会加码。那我讲个最实际的，今天要加入我们公司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你今天最少你个人要20万的粉丝以上，20万的粉丝，不管是你个人或粉丝团，或是综合加起来要20万，当你来有够的话，我们先签约。我还给你签约金，啊、哦，签约金，你要创作，你要资源，要金源，要灵感，我全部挺你，你懂吗？要媒体，我全部挺你啊！你要八大报，你要中天，要三立、东森、TVBS， 我全部拢挺你啊！开心就好啊，对不啊？啊，这个物件，我要讲，再来网络的流量，我不骗你啊！你知道那天 Lina 来我这边一个晚上最终多多少人吗？6300多人啊，一天多6300啊，前天来多快3000呢、啊。啊、哦，来两次多10000人，来两次多10000人追踪他，为什么？我就讲嘛，我的人就有一份坚持。如果今天来上我直播的网红，我讲坦白话呢，不是我来领导哦，不是我来领导哦，嘛不是领导我导，是大家今天我为了给我的观众，啊、哦，给我的粉丝一个新鲜感，你懂吗？谁想一直看年千亿？谁想一直看显贤？谁想着看舍令，你懂吗？就是要给观众一份新鲜感，你懂吗？就算网红没来，我也是每天破万人啊。网红有来，哦，多个1000，多个2000。那重点，这不是最大的原意，而是今天要给我的观众一份新鲜感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但今天来，他们来，第一个我会给他们车马费，第二个，光来我这边打知名度跟打广告跟赚追踪人数，哇，你讲惊死啊，比上新闻更多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来，刷什么爱心，刷什么爱宝。啊、哦！待会送来发财金50000，还有苹果 iPhone 刷最多分享的人开始分享，有人分享一次拿不到，分享50次就拿到了啊！有分享到各大社团，加码多送50000来，开始分享刷什么爱心啊、哦！再来我讲第二个重点，接下来来跟我签约的网红都有签约金哦，都有签约金，但是很简单，签约金是什么？签约金吗？签约金就是你够红，我就给你100万了，100万签3年了。但我保证你每个礼拜都能在年轻的直播上面曝光啊，对呀、啊，啊、哦，这很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骗你啊，在直播圈里面，因为在直播圈里面，我现在已经要跨足到 YouTuber 了，已经要跨足到抖音了，你懂吗？因为很简单，我不骗你啊，很快啦，这种东西都很快的东西，都非常非常快，我都有所规划了，这是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步骤啊、哦，接下来。大家有慢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大的重点？年轻人现在慢慢的不卖东西的，有没有发现？来，
对下啊，我给你啊，大家有没有慢慢的发现年轻人慢慢的不卖东西了啊、哦？来，为什么？你讲我还抖音亏出来，亏出来啊，可以熊多少现在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来，我把这东西讲完。为什么我现在要开始涉猎这些东西？就是说，我要讲个最大的问题。因为很简单，我能给很多想要创作的朋友无限的可能啊。来，我讲个最大的重点。今天赖显贤为什么有办法年薪破千万？为什么赖显贤有办法年薪破千万？为什么神令可以年薪破千万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跟了一个很好的老板，叫连千亿。来，刷一整排爱心，刷一整排汉堡。我把粉丝跟你的现实观看。啊、哦，我今天我讲个概念呐、啊，我讲个最大的概念在于说。对一个好的头家啦，啊、哦，来，真正减七套二十年啦，减七套二十年啦。啊，今仔日，你们知道吗？有多少人想要来加入我的直播的行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很简单嘛，开点前一个账号直播，惊死啊！你懂吗？连二线的至少都多少人？显贤昨天啊，黎阳去嘛，卖精品包嘛。李阳去卖精品包，卖一卖关台7点多万嘛，7点多万。显贤昨天关台，重点时段不一样哦。显贤做半夜的，做到凌晨3点半呐、啊。显贤关台8点4万呐、啊，你懂吗？显贤关台8点4万，重点他是半夜。李阳去关台7点多万，你懂吗？啊，你还知道差别性在哪里吗？就是很简单嘛，我的一个二线就能挑战所有的一线主播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就讲一个重生的概念，我们不是臭屁，而对我自己做事业的一份自信、坚持跟决心。当时，我不骗你啊，在2年前我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，我在外面的投资的事业本来就很多了。我当时要选择投入直播这一门行业的时候，我是从零开始。什么从零开始？我准备了一笔资金，来。开始投入的时候，来刷一整排爱心，刷一整排汉堡。我当时23个月前，不到2年，23个月前，我准备投入在直播这个圈圈，我准备投入下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很多人啊，直播都2、3千、3、4千，我当时一开台才600多人，很多，600多啊，很多，这其他们才600多人。当时我觉得说，我自己就是输别人嘛。我等于输人，你了解不？我就是现阶段我是一个很认清事实的人，哦，你懂吗？在其他领域我也许赢人家，但在现实上，在当时的时空环境背景里面，我个人就是输人家，这是事实。我是一个很认清事实的人。那时候 Dennis 问我，我的总经理问我说：“哎，兄弟，啊，人家都3、4千人了，那我们要多久才有办法像人家这样？”我说：“不用急啊，慢慢来。”啊、哦，凡事没有不可能，你懂吗？所以我当时啊、哦，开始全心全意的把所有心意投注在上面的时候，很简单，短短在2年之内，我横扫所有 FB 的对手，横扫所有 FB 的对手。现在在台湾的直播台里面，基本上在台湾的直播台里面，应该是没有人做得赢我了，在商业性频道了。啊、哦，谈话性就是馆长嘛，馆长是现在谈话性的天王啊。哦，综艺圈的天王是吴宗宪嘛？那我也不骗你啊，直播圈的天王就是连千亿啊、哦！所以说有人自称天王的，请把天王拿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拿人数不好看哦。再来很简单的、啊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连商标都在我手上了，你懂吗？不要再模仿我了，再模仿我就把你的商标全部贴牌，你懂吗？啊、哦，放心。什么
再模仿我，我就很简单，到你的厂商那边去，全部用现金跟他买货。你的厂商一定跟我配合，不会跟你配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开票，我现金。再很简单，你敢吃100万的货，我连线吃1000万的货，你懂吗？全部崩盘，你卖3000，我卖1600，我赚200块就好了，你懂吗？我把价格上打死，割喉上俺姑那挂来，挂懒交金的地方，我不骗你啊，我不骗你，啊，市场一崩盘，保证很简单，你无力回天的啦，温系也，区区的，我骗你啊，做生意要狼性，你懂吗？我讲坦白话啦，你的金主会看卖你安尼算无？你的金主提钱哦，你会看卖你安尼算无？你要安尼算，伊会讲你起笑的哦，你也讲无啊？我不跟年轻人傻，我不跟伊傻，我不跟伊傻，来。煞一天无赚钱，煞两天无赚钱，煞三天无赚钱，恁金主讲啊，你死死也好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金主他就是要赚钱，他投资你就是要赚钱。你在跟年轻人肉搏战的时候，在割喉战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想屌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要赚钱的，一起经营住呢。你没有给他三分利润、四分利润，你觉得他投资你吗？你懂吗？就为你个人的英雄主义，你敢跟他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可能跟他输赢，然后就让他没有赚钱，就不问你的个人英雄主义。金主是不可能，何谓金主？很简单嘛，获利了结嘛，你懂吗？你不过是一个运用的棋子而已啦。你有用的时候，哈达利就当个是个宝，你懂吗？我不骗你，你没有经济价值的时候，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你就是块狗屎啊！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很简单，啊，我没有金主，没有股东，我不用对谁交代，我只要我这一帮兄弟、这一帮小弟他们来。有饭吃就好了，你懂吗？基本管销就好了，我不需要对谁交代啦。所以玩割喉战，我有80%-90%的把握稳赢的啦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啊。